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吃的呢是一份大米饭，好大有没有？妈妈做的就是这么分量超足，已经到这一盆盛不下了，然后还有一个小碗盛多出来的啊，漏了！天呐，刚刚发生事故了。总之就是很多很多。我这边是不是漏了？我现在已经很紧张，有没有？超多的，总之就是满满的要溢出来了。然后还有这样一份榴莲冰皮，还有一个这个，培尔妈妈的六拼千层。我们先吃这个饭吧，饭冷了就不好吃了。我把头发，好，把头发捋起来，开始吃。哇，好香！这里面有胡萝卜，还有黄瓜，还有土豆，还有鸡肉，超多的鸡肉。但是青豆、玉米因为比较小，放在里面就看不见了。今天的饭也是红红的。我要把这一碗咖喱倒进去了，好香，瞬间又满了。我觉得咖喱很香哎。但我们家那位不喜欢吃咖喱，他说这个像……啊呸！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这么恶心的话题。忘记，赶快吃一口。而且我觉得咖喱很香，就是。这是一个菜比饭多的系列。你们看到吗？都是鸡肉。
我要把咖喱都盖在饭上，让咖喱和饭达到灵肉合一的境界。好啦，那这一份我妈妈说是四人份，但我觉得绝对不止四人份的咖喱饭。吃完啦，给你们看一眼，这哪是四人份呀，还有一个小碗呢。呀，妈妈又拼切成，哇，送了一份这个刀叉和盘，但我一个人吃就不需要了吧，餐后甜点吃。我也都尝过了，这个真的不好吃，所以我准备放弃它了。我把每个都挤到这个小碟子里面，哦哦哦，被我蹂躏的有点不太好看了已经，毕竟我心急的每个都想先尝尝，我想到一个好主意，这才是我吃它的方式。前段时间生病，真的脑子现在都转不快了，还用小勺子在那捣啊捣啊的。抹茶红豆，
那个，就是我刚刚说上面是咖啡的，中间应该是绿茶吧。可能看着不太好看，但中间的夹心是巧克力的，很好吃。我觉得这个没有刚才那个咖啡里面夹巧克力豆还带绿茶的那个好吃，这个有点太甜了，我喜欢吃有点苦味的巧克力。喜欢苦味巧克力的可以吃上面，因为我刚刚上面是黑色，下面是绿色，中间有巧克力豆的那个，好吃。这个的夹心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草莓酱，有果肉的那个草莓酱。这个虽然也很甜，但我喜欢这种甜。草莓不甜，它还是草莓吗？这是最后一块了，芒果味的。它两个水果味的中间的夹心都是相同水果的那种果酱。之前吃前几个嘛，这都还没有完全化开，我太心急了。它其实这边是奶油，都是奶油。看现在我用手抓住它的话，它已经有点软掉了。